我今天睡你家。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搞完我之后去搞我前妻，现在回来搞我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前妻是谁？陈若曦啊，英国老师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跟我当朋友，请问你有什么问题？ 你当小三还跑来打人，你才有什么问题啊？你们不是离婚了吗？哇，所以你们是离婚之后才在一起的，就没事吗？离婚前还是离婚后，你都搞不清楚状况。真是疯女人！你才是疯女人！怎样？你毁了我的家，你抢走我老公，你害死我女儿，你才是疯女人！你女人是火灾走的，关我屁事啊！ 所以你跑来跟我当朋友是怎么样？是想要报仇是不是？太老派了吧！我把他跟你当朋友，是你跑来找我的，是你来找我的。好了，那你跟你说，你不要再来烦我了。到底有什么资格跑来这边打人啊？想要当小三都可以这样。